我们要在天道阁买一些东西。刘掌门，你知道天道阁的东西可不便宜。哼，青木国的宝藏可够。系统发布任务，现在恶人宗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，守护恶人宗，保护恶人宗弟子。果然御史系统肯定会发布任务。师兄，材料已经买到了，我去升级护山大阵了。刘掌门。 稻香将近，若还有交易尽快呀，毕竟这可是这个大陆的最后一点稻香，估计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刘掌柜的意思是，你们要离开四级大陆？我天道阁规矩，有稻香之处才有天道阁。如今四级大陆稻香燃尽，我们不能停留此地。你们可以任意进出四级大陆。不错，进出四级大陆是多少人必胜的追求。 像三级大陆的什么教祖级人物，只能屹立残魂进入。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们是天道阁，刘成风，天外有天，天外的世界不是你能想象的，不是我能想象的。现在恶人宗被受潮围困，你就算有飞行类的法器，现在四级大陆也没有了你的立身之处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。 我带你离开这里，见识更广阔的世界，你可愿意？哦，没有，就是。师兄，我好感动啊！大师兄，不愧是我恶人宗掌门，就是有担当。师兄一个人扛着恶人宗，从没落到逐渐复兴。 他背负的太多了。虽然在我看来这很傻很白痴，但这事确实让我有些感动。不是系统有任务不让我离开，你们脑补的也太多了吧？既然如此，刘掌门后会有期。就这么走了？柳成风不是你看中的人吗？天道阁有天道阁的规矩。 四级大陆没有稻香存在，天道阁在这里就没法做买卖，自然离开。还有何事？不知道刘掌柜离开这里要去哪儿啊？五级大陆那里出现了稻香，我们要去那里。哦，什么？五级大陆出现稻香，只有师傅带去的可能。还有问的事吗？传说四级大陆与道门可以通往其他大陆，是不是这样？ 只有天道阁，很多事情必须向他们清楚了。刘掌门，向天道阁处寻信息，其实也要收费的。不过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，这个问题我给你免费作答。大陆之间的穿梭，要么修为参天的教祖级人物，要么有珍稀的空间法宝。除此之外，普通修士想要穿越其他大陆，几乎无可能。 于是，这世间便有了门的传说。普通人手持钥匙，可以通过那道门进入其他大陆。到底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什么？为什么会没有啊？苦苦寻找的又是什么？凤灵宗、白莲仙翁他们在苦苦追寻什么？这把钥匙又是做什么的？白莲仙翁发动手潮进攻恶人宗，到底又是为了什么？ 除了钥匙，还有什么需要在这里得到的东西？师兄，怎么样？快好了吗？护山大阵快支撑不住了，钥匙快冲进来了。老四和老八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大阵完成了吗？师兄，我这边布阵已经完成，护山大阵已经加固完毕。师兄，阵法升级加固之后，受潮无法攻破护山大阵。 我们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，只是这材料也无法长时间维持阵法能量，坚持不了太长时间。我们还是得找其他的办法躲避受潮的攻击。师兄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需要好好想想，算算加固好的大阵，大概能坚持多久？因为这次加固阵法时间紧迫，材料也不多，我算了一下，最多只能坚持一天。只有一天吗？这也太短了。道兄的计划，已经没有动静，我得赶快资料。
所以找到我，尽快拿到钥匙，然后将恶人宗夷为平地。是。那么现在就是等待那道门开启了，等到那道门开启，我就可以去更高的大陆。 广阔的世界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林乘风居然敢如此对待我。朱颜，这就是你说的欲要证明主君，先要苦其心志。 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吧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朱颜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！好饿啊！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 我要吃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！不可能，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，一次连圣玄宗的门都过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我家王城？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料去了。 秦羽啊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。秦羽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 把我真正让你们来吧！师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的，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，开始新的冒险。 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我已经被恶人宗逼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恶人宗，救我头啊！